怎么样的无法切切这一波到底呢？还要多久？那就如一把善珠一样的，它呢，这种链球啦，好像就一个珠链的链球同款，它断了线啦，到处跑啊，到处跑，总是呢，在这样的扩散到啦全球啦。菲律宾在发放，我很佩服他们做到了 1.5 公尺的距离，他们做到了，是让他们呢 有椅子坐，怕他们站久了辛苦，就是用这样的距离，那要等候接受大米的人，总是呢乖乖坐在那样的距离，这就是安平还没有让他受到了这个饥饿之前，先把心安下来，让大家知道社会有爱，那种安住心啊，这也就是为社会先安邦。Mientras karon ani mas maayo gid na mo kaon tag mga utan, kay maayo dako kay katabang sa imong kalawas, labi na sa sitwasyon karon na ay sakit na ang sulod sa ato. Sawas.因为我本身在意大利的普通高中工作，因为封城的关系，他必须要把水灾关怀的工作转为线上电话。那所以在这个同时，我每一天呐、都绕了全球，在连线上呐、全球菩萨们呐、混混的。这回家了，人人都在他的国度里身不动，却是呢人人汇起回到台湾来。那敬爱的教员师兄师姐，大家好。圣马丁慈济人只有一个家庭，一家三口，这一连线呢，就把一个家庭的心啊更连起来的。他一直呢在线上赞叹了，感恩他的先生，先生在旁边听的也会微微的笑了。不过我也很感恩哦，他没有阻我做慈济哦，他也很贴心，他每一天哦又很好，很贴心，真的好感恩。没有他，我就没办法做慈济。好，这一家人呢，可以照顾好呢这一个岛国的国家。Thank God, thank God for them. Speak good. Ah, we should not lose that. Good, good. All right.We think it's about, you know, we need water, we need food. And water is essential, but also is food. Bread and rice is important. There should be a lot more like you around St. Martin to help those that they need at this present moment, because we all need someone. I'm hungry right now, so excuse me, I gotta eat. 每一年啊，台湾的迷到达都是这样在发放，每一个人来接受帮助的物
接受五次，都知道了要心想好意，口说好话，身行好事。因为我们师兄师姐可以一起踏实，很有勇气，很有力量去面对这个疫情。最近啊，在连线中的也宽慰多了啦。原来弟子们呐、啊，都有在如法修持哈、哦，这就是给我最安慰的，感恩菩萨们爱的能量，互动互爱，虔诚祈求消弭灾难，但愿这一波呢，快速的消弭过去。